这一回来找白小平有事儿。怎么呢？打官司这事儿他知道了，报纸也看了，哎，心说就这天我不在，我要在的话我这不能给发了啊，这是地面上的文人有身份的人物，哪能发这个？哎，事到啊，找白小平来了。你没睡觉呢？哦，我没呢，王先生啊。您怎么样啊？我没事，这两天家里的事。哦，老太太那贞节牌坊立住了啊，就点事儿都知道了。小平，你现在成功了。您开玩笑，我现在我什么成功了？好，现如今老百姓都传开了，你跟包公似的，你通阴阳啊，啊，明阴阳，懂八卦，小奇门之遁甲，你活诸葛亮现在是，嗯，说这个你能跟鬼直接对话，谈心聊天，情感问题你都能解决。不，我就没有，我没辙，不，您让我去的嘛，行，我知道，嗯，现在你的名望出来了，所有人都说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。说你能够通灵啊，人神鬼你全能通，这不嘛，你来买卖了。来什么买卖？有人求到你了，说你这个人辟邪，这不嘛，有一大老板人家有个洋房刚盖得的，要住还不敢住啊，说这个房子太大怕压不住，这不大伙说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吗？你上那住一晚上去，你住完了人家就敢住了。我说咱不能这个工作都轮到我身上吗？上坟去也是我，辟邪也是我，我有这么大能耐吗？我自个儿还住地下室呢。不是，你看这不买卖吗？这叫什么买卖？不是，人家说了啊，这一晚上不白住，那怎么着呢？给你10000块钱。一听这个傻，10000块钱，我有这个钱我任毛都不干，这辈子到死都值了。哦，是吗？当时就乐了，清酒红人面，财不动人心，酒是白的，喝下去脸是红的，银子是凉的，攥在手里边心是烫的，天下人离不开这个啊。嗯，10000块干得快啊。不过你得告诉我，他们家这房子，嗨，知道有钱的人呐，疑神疑鬼啊，有钱的人怕死怕这怕那，其实也没事，你就住一宿，这10000块钱对你来说是钱，对人来说不叫钱啊，人家还给你留了一把手枪，有子弹，知道？你要觉得哪儿不好，你该打就打，你跟我说实话怎么回事？这把枪你看越照顾周到越坏了吧，人家不在乎这个，就是你万一害怕呀，或者一人住你壮胆儿，不是我壮胆儿，我当当一枪，我哪个玻璃什么玩意打坏了，再赔20000我受了吗？哎，不至于不至于，别疑神疑鬼的，明天晚上去，知道吗？啊，去完之后这10000块钱人就给了，踏踏实实的。哪儿啊？蒙台路7号。哦，行，真的，你看，枪给你，枪搁这儿，接着吧。转个身，王辽出去了，屋里剩白小平。心说，可能是你是做好事有好报啊？谁家这么冤大头找我帮这个忙？你说太可乐了啊！去了之后睡一宿觉，转天给10000块钱买了出来，挺高兴啊。转过天来一起床，就中午11、12点了啊。出去吃点饭，见了几个朋友聊会儿天，也没什么事儿。应的人家是晚上，下午5点前后就往那方向走，揣着枪啊，顺着这大街往外走。您想，能盖洋房的地儿他不可能在城里边，就在城的边上往前走，路过河边，这片小树林子，顺着河边走，夕阳西下，自个儿看着景致心里挺高兴，一回头树林子里扑啦啦啦飞出一群鸟来，心里挺高兴，淘气，鸟这飞着，他把枪掏出来了，啪啪啪，打着鸟也没打着，往前走吧，他走了，打树上掉下一个来了，谁呀？宋德。
宋德这个人咱们刚才说道德败坏啊，就找这个以夫之妇啊跟人交朋友去，但是常走夜道没有不遇见鬼的，人本家堵上了，本家一瞧急了，拿菜刀追他，他也害怕了啊，也没穿衣裳打人家跑出来，道熟啊，本地的娃娃拐弯抹角抹角拐弯满处一跑，最后跑到树林子里边蹭蹭蹭上了树了，人家的本家一瞧没人呢就回去了，他还不敢下来，没穿衣裳下来怎么弄，心说等天黑吧，跟树上待着藏挺好，白小平打着锅烫烫烫没打中，他走了打中了，哎呀摔下来了啊，这三枪打得挺厉害，尤其这树最高啊，这下摔着咣叽一下，是死是活咱们就管不着了，可白小平一走也坏，怎么呢，这才发现枪里边就三发子弹，这怎么办呢，这个我得买去，那有人说子弹能买，嗨，那个年头手枪有执照啊，够了身份有了钱登记是可以买，枪都能买子弹就更能买啊，找了一朋友干嘛的呢，警察，给点钱我这给我三发子弹，你那个我那没有了啊，给你吧，说说多少钱，三发子弹就续上掖好了，奔这七号洋房来了，一瞧真不来啊，怎么呢，在城边上这儿，呵，小房子盖着欧式风格挺棒的啊，这边住的都是有钱的人，门牌写着，哎，这是七号，你看这儿五号六号八号，这个节目是数学作对，净不识数啊，十号十一十二七号十三十四十五也不怎么排的啊，啪啪啪一砸门，门分左右出了一门房，现在说类似传达室的事，本家没搬过来，有佣人跟这看着，那是白先生，哎，师傅，我来给看房子啊，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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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早有准备啊，都准备好了，您没事，我没事没事没事啊，那您进来吧，您进来吧，进来了，进门房，这是院子，挺棒啊，后边什么小花园啊，假山呐、啊，书斋呀、啊，整个一套，那行嘞，我跟这看着，您住哪屋？不不不，我走，这门房我走，我没这么大胆子。别走，怎么回事，不是我拿不了这钱，人说给您一万块钱住一宿是吧，我跟这儿这么长时间也没给过钱啊，您住吧，这房子没事儿，疑神疑鬼，有钱的老爷可都这样是不是，你就跟这儿住踏踏实实的没事啊，院里边啊，那边有条狗啊，狗没事，你别跟他凶，他不闹，这边有一个那个鹦鹉，鹦鹉里边招啊，那狗你能逗着玩没事，这鹦鹉你别理它，别理它。什么道理啊，狗咬人倒没事，鹦鹉挂那儿还别理它。啊，那行啊，就您待着吧，天不早了，我走了。人家这个出去在外边把门给带好了，就剩了一人了，这看看吧，这儿瞧瞧那儿看看，这屋瞧瞧，有的屋上了锁，有的屋开着门，反正这家里挺有钱啊，一回头瞧那大狗，好家伙，叫不上名的，特别的凶，挺好，这儿看看，冲那狗招招手，狗都不理他，狗老是傻狗，这是一回头挂鹦鹉，嚯，五彩斑斓漂亮，你好，鹦鹉看看，扭头了，啥鸟啊，红的绿的挺好看，呵，水鸟外国鸡，说句话，嘿，弄死你信吗？我那看他一眼，顺点外国鸡，我弄死你信吗？这鸟一回头，狗咬他，这狗站起来了，跟狮子似的。白小平心说：“我的个天爷呀、啊，离着最近，
就给他准备那卧室，两步就进去了，啪一下子把门关上了，心噔噔跳啊！接着门一瞧，这狗在外边站着，扶着这窗户，这嘴咬门口那砖，咔嚓咔嚓咔嚓。哎呀，这是我没事逗鸟干嘛呀？我的个天爷！我说他们告诉我，千千万万万万千千可别逗这鸟了。哦，感情他指挥这狗，我可别出去，不敢出去了。啊，待着吧，天儿越来越黑，越来越黑。接着窗户往外看，啊，一会儿那狗待会儿呢，也就溜溜达达就回去，这劲儿就过去了。再待会儿呢，也不知跑哪儿睡觉去，心里才算踏实。哎呀，也没事儿，把这枪拔出来，搁在桌子上，看着吧。天一亮，10000块钱到手了，我等着，高兴。可坐着坐着就乏了，你想这人没事儿，他待着待着他困了，躺下吧，啊，把灯就关了，躺在床上。可是这会儿呢，合衣而卧，啊，没想正式睡觉，这歪会儿，倚着这被窝坐。按钟点说，就得将近夜里11点半了，似睡不睡，就听那院里吧。微微把眼睛睁开了，好像是有声音。什么呀？嘚儿哒嘚儿哒的，那狗还找我呢。狗倒倒不会嘚儿哒嘚儿哒的呀，那鸟找我呢。不能，鸟在架子上边，举着架子嘚儿哒嘚儿哒。天底下神奇的事怎么都让我给赶上了？睡觉就躺在这儿，可这会儿睡不着，心里有事儿睡不着觉，就睁开眼了。外边大月亮地儿啊，这窗户这儿呢关得挺严实，可无意中就窗户这儿过去身影一激灵就坐起来了。我眼花了吗？啊，什么东西一晃就过去了，白不呲咧的，我可没看明白。鸟不对，鸟是红绿的，我骂人家来着。狗是黑的，白的是什么呢？哎，一激灵，浑身汗毛孔都炸起来了，翻身坐起来，这腿啊直抖了，影影超超，就觉着门这儿啊好像有一个影子跟这晃。紧跟着就听这窗户上是哒哒哒，有人敲。我的个天爷！一伸手先把这枪拿到手里边，我说10000块钱不是好挣的吗？黑鹰半夜何人叩门？来到这儿，抓着门，心里直哆嗦，心说怎么办？我这么跟他对着。不是事，他真是鬼的话他能进来。对，我把门开开，闪了一下。如果说他要是人，我就给他来一枪，如果是鬼，反正就这样，我跟他说我认识葡萄。谁没个交情啊，对不对？有人好办事儿。